解题：基本电学直流网路分析，戴维宁等效。球电阻 R 为多少欧姆？如图所示，电路若通过电阻 R 之电流为2毫安，则该电阻为多少欧姆？好，我们来观察一下。好，这种题目，因为它特别要算哪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取什么呢？戴维宁。先移走，第一个取代率的动作就是第一个移走我要的东地方，移走，好，我要的物件，好，再来第二个算出 RTH， 就是 RV，VTH 就是 VAV， 算好之后再把它组合起来，好，再来第三个再把它移回去，好，再把我移走的东西把它移回去，这就是我的大原理的。做法好，所以第一个 RTH 就 RV 不错，电压源短路，电流源重化，单化图重化，所以这边要短路，这边要开路，图重化，你一定要一直重化，图重化，单化，你要一直重化，你这边才会学得好，这边是 A，这边是八，这边九，这边是 B。好，那这边它就打开，好，打开就不要管它，好，打开了就不要管它。好，这样子看起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很好看，不过也还好，就是我要算 RAB， 好，我要算我的 RTH 就等于我的 RAB， 那 AB 在哪里？这边是 A。RAB 一量下去，看我电阻变多少？来，观察，观察什么？观察有没有串变点？有，什么变种？怎么串什么？二十，怎样？二十跟五变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头接头？有。有没有屁股接屁股？有啊，这个叫不叫变点？两个电阻变点做成几个？一个，剩一个嘛。来，二十变五，有倍数关系。有。多少？上面。二十，下面。20是20几倍？20是5的几倍？所以你答多少？4哦。对吗？哎，对吧？好，再来。再画一次，这两个电阻能不能把一个移掉？不可以，要移上面移下面都可以，要移哪一个？移左一个，要移谁？随便的，这个这边是，那再来，这边是八，这边九，这样子，所以这边是 A， 这边是 B。有没有？有没有在发现变点的？谁跟谁变？18跟9变嘛，所以18跟9变多少？上面写18，一加二等于6，所以以后问你们的数量直接回答我18六九十八，要回答多少？多少？六，但是98。六，好，能不能消一个掉？这两个能不能取消掉的？可以，我们消哪个？随便的。18，好，取消18，所以这边变成四，18消掉，那这个变成几？变成6。A 在这边 ，B 在这边，那其他的东西都要把它连起来。那这条线弄上去之后，因为18已经通掉了，所以这条线就没有用，所以 RAB 就变多少？多少？10哦。好，第一个动作算完了，算到这边你画了3个图，你才算出 RAB 的理由，可以吗？不
再来，第二个动作是什么？VAV，VDH 就等于 VAV， 没错吧？正八拿手嘛，图要怎么办？重画，画，图再重画，所以这边是60，两个电阻5K、20K。8K、9K， 你不要懒惰，往上4mA。好，运点怎么样？电压一样，所以我能不能算 VA？我能不能算 VB？ 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不能算啊，为什么 ？VA 是 A 点对哪里 ？A 点对哪里 ？A 点对地啊，啊这边头顶没有，我们就要做 B 出来。这个 B 是我自己来假设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所以 B 我们假设在哪里？就是下面这一堆，我把它假设是 B，OK，、okay， 所以 A 点对 D 有没有觉得算得出来了？有没有觉得 B 点对 D 算得出来了？有没有运点电压都一样 ？A 能不能算的？可以吧？来算 ，VA 多少？是60分压，这多少？5/4啊，我的。哎，这画过了，分太懂吗 ？VB 多少？60伏特，分多少？1/3嘛。还有谁？20。好，结束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算的是 VAB 会等于 VPH， 会等于多少 ？VA 减掉。VB 啊 ，VA 就是 VA 减 VB 嘛，没错吧？所以会几伏特？48伏特减掉多少？20伏特。为什么要减的？来看一下这边 ，A 点对 D 算出来几伏特？48正。正负48伏特 ，VB 点对地图了，20。可是我现在是要算哪里的电压？从哪里看到哪里的电压 ？A 点看到哪里？从 A 点看到 B 点，所以从 A 点开始走，从 A 点开始走，看到 B 点，所以要走。先碰到正负，所以要怎么讲？不要怎么讲？正48，再过来碰到什么？负嘛，就要怎么讲？加减，减20，所以这样过来，就是用图来说的话是48减20，用公式来说就是 VA 减 VB， A 点 A 点的电压减 B 点的电压也是48减20，所以多少？是28伏特，对不对？结束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要再怎么办？等效电路组合起来，我把等效电路组合起来。好，组合起来，电压多少？28伏特 ，VDH， 28伏特 ，RDH 多少 ？A 点对 B 点。10K。 好，再把我拿走的东西装回去。我拿走了什么东西？我是不是拿走了一个电阻？所以我把电阻装回去。好，题目跟我们说我的电阻流过的电阻是几安培？几安培？
是两边两台，从 A 点流到 B 还是 B 点流到 A？ A 点所以要怎么画？这个电流该从上画到下，还是从下画到上？从上画到下。题目给我们两边两台，有没有答案？来算，这边两边两台，所以这边几边两台？两边两台。两边两台是开边呀，边呀，二十正，左边正，右边负，二十不胖，那边二十八，那边二十，那边多少？正，正负八不胖，有边呀，有边，有边是多少？多少？四十单位。A 哦，答对不对？多画一些图，不要了。